人们，他们大家好，礼拜前先去看看上周的使命作品。我的愿望是世界福音化，愿神的愿望成为我的愿望。二三七一至顶峰崔世文，我是做世界福音化的从 New Remnant， 我是做世界福音化的 Remnant。我是做世界福音化的 Remnant， 阿们。做世界福音化的 Remnant 宽内，我的梦想不一样。这是用 Zoom 做马克龙。五岁的唯独班在做神的愿望热气球。六岁的微信班七岁的在创造班在做得救之路。属灵顶峰幼儿部的 Remnant 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礼拜。今天要听听我们幼儿部 Remnant 的声音了，大家要好好听，好好回答老师哦。觉得我是属灵顶峰 Remnant 这样的小朋友就大声回答是。幼儿部的属灵顶峰 Remnant， 小朋友们，虽然我们年纪还小，但我们里面有神所赐的救活全世界的梦，每天怀抱这个梦想。现在跟着老师一起来大声告白吧。我是属灵守望者。我是属灵医生。我是属灵大使。现在一起来唱虽然我要年纪尚幼这首赞美吧，一边来唱一边来告白我们是谁吧。虽然我就是生活着的工人，虽然我呀年纪尚幼，但神啊他解决了我。虽然我呀年纪尚幼，但我祝神的应许祷告。虽然我呀年纪尚幼，却像耶稣一样的做梦。
大家大声赞美的时候，一切黑暗就会倒下。虽然我呀年纪上有，我却是生不着的工人。虽然我呀年纪上有，但是神啊他就写了我。虽然我呀年纪上有，但我出生的Remnant 们，今天大家是来见谁的呀？对对，没错，就是来见神的。神会赐给我们 Remnant 三个力量。哦，这三个力量是什么呢？来，大家跟着老师说吧。话语力量，圣灵力量。最后一个就是祷告力量。来，我们一起来唱，要站在话语上面。话语 power， 祷告 power， 圣灵 power。 当了我主赐给我的话语，向着那世界走出去，神的话语活泼的在心里，生活里与我同在。主说惊涛骇浪平息吧，惊涛骇浪你平息吧，神的话语活泼的在心里，在生活里与我同在。话语上面，话语上面，话语必会原样成就，赐给我的话语。老板，我主赐给我的话语，向着那世界走出去，神的话语活泼的在心里，在生活里与我同在。主说惊涛骇浪平息吧，惊涛骇浪生活里与我同在，话语上。
接下来听话语前，我们为了礼拜祷告吧。今天呢，是七岁的 Kim Chaelin Remnant 到前面来为礼拜代祷。我们坐在下面的 Remnant 们，请大家合起双手，闭上双眼。神啊，感谢你今天和我们小朋友们同在，让牧师、园长、老师被圣灵充满吧，让我们成为救活小朋友的 remnant 吧。愿神的国降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就像 Chaelin 你祷告的一样，我们是救活全世界的 remnant， 一起来听话语吧。现在有请牧师为我们见证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神的话语。这是今天的题目。咦，题目是什么呀？来，大家跟着我来读。大力大谷米。哦，对，这个就读着大力大谷米。等一下我喊一二三的时候，大家就一起说大力大谷米好吗？开始。哦，大力大谷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来读一下，这是耶稣说的，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说什么呢？大力大谷米，这是谁说的？耶稣。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大力大谷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好，我们一会儿要看今天的话语了。大家今天主日来了教会对吧？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来跟我说做礼拜。我们来做礼拜。刚刚我注意到有的小朋友早早就来了，一部礼拜一结束就来到这儿，坐在第一排等着做礼拜。还有的小朋友呢，慢腾腾的来到这里。我们到了这，老师们和大家问好，帮助大家做礼拜。今天我们来到这做礼拜，大家喜欢礼拜的话语吗？还是不喜欢呢？等一下听到的内容会，他的一生刻印在我们大家里面。所以爸爸妈妈们要告诉 remnant 这个，要怎么告诉呢？圣经里面所有成功的 remnant 们，他们做礼拜的时候可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因为礼拜的时间是刻印福音的时间，所以他们都把礼拜看得特别特别贵重。什么？只是做礼拜，我们 remnant 们就真的胜利了吗？对，没错，真的胜利了。真的只是好好做礼拜的话， remnant 就能在世上得胜吗？对，没错，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们主日做礼拜，就这样福音被刻印下来。平时在家里呢，我们 remnant 和爸爸妈妈们用祷告手册做礼拜，留下作品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刻印福音扎根的时间。礼拜的时候能够刻印，所以要把礼拜看得贵重才行，真的要把礼拜看得贵重才行哦。我呢小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虽然去教会，但是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呢？上高中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冬天头一次听到。我是母胎信仰，从小到大听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听到耶稣是基督这个月的瞬间，哇，我从小到大听到的所有内容突然一下就明白了。福音刻印扎根的这个时间就成了世上最宝贵的时间。
我们 Remont 看着旁边的小朋友一起来说吧。礼拜是最贵重的时间。所以被夺走的话绝对不行啊！谁会来夺走我们的礼拜呢？谁呀？撒旦魔鬼会来夺走我们的礼拜，让我们不能好好听话语，来偷走我们的礼拜。所以亚当夏娃的时候就那么做的嘛，夏娃都忘了对吧？结果说哦，吃了也有可能会死对吧？就这样听得模模糊糊的，真的糟了呀。礼拜时间是最贵重的时间，今天我们做礼拜礼，福音会刻印在我们 Remnant 灵魂之中。今天耶稣来到了这里，我们请耶稣到前面来好不好？那么大声一起说吧，有请耶稣开始。耶稣来了，耶稣坐船来到这个村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来了，是谁在大叫耶稣来了呢？啊，耶稣，耶稣。啊，耶稣，啊，耶稣，耶稣。哦，请你帮帮我，我只有一个宝贵女儿，但是我女儿生了重病，快死了。哎呦，哎呦，耶稣啊，哦，求求你了，哦，求求你了，哦，请你来我的家，按手在我女儿身上，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耶稣。好，我们去你家吧。就这样，耶稣去了这个人的家。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哦，Remnant们，我得了谁都治不好的病，我去看了很多医生，花尽了我所有的钱财，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我。今天我听说耶稣来了这个村子，我马上就找来了。啊，那边就是耶稣啊，我只要用手摸耶稣的衣服，我也一定能得救的。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哎呦，啊，我的血漏病好了。谁摸了我的衣裳？啊，耶稣啊，啊，我碰到了你的衣服。我病了好久，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我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我听了耶稣的事，
我就从后头来，挤在众人中间。我摸耶稣的衣服，我相信我只摸你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我摸了您的衣服。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人家里来说，老爷，老爷，哎呀，是什么事啊？老爷，你的女儿，你的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怎么了？你的女儿死了。你刚刚说什么？我女儿死了。哎呦，哎呦，我的女儿啊，哎呦，现在耶稣来了也没有用了。哎呦，不要怕，只要信。去你的家吧。哦，是的，耶稣。哦，快走吧。是啊，哎呦，我女儿真死了，我的女儿啊，我来晚了，哎呀，为什么乱嚷哭泣呢？这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什么？我女儿死了？啊，你啊，不是的，我女儿是在睡觉。不是说死了吗？哎呀，我的女儿。达利达。古米 Remnant 们，耶稣刚刚说什么了？大力大古米是什么意思呢？大力大古米就是这样的意思。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我女儿起来了。哎呀，万岁万岁！荣耀归于救活死去的我的神，万岁！말씀 안에
내 삶 속에 함께요. 말씀 위에 말씀 위에 말씀 위에 살이라. 나는 주의 말씀 주의 말씀 말씀 위에 살이라. 바다야 잔잔하라. 나사로야 일어나라. 물이 변하여 포도주 되라. 주님 말씀하셨네. 好，各位，今天要讲一个重要的故事。看这里，这个女人得了无人能治的病。来，这个女人得了无人能治的病。好，大家跟着说，谁也治不好的病。今天看来这个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得了医治，刚刚死去的人复活了。今天要讲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女人谁也治不好。这个女人有多累呢？刚才看到了吧，我只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裳我就能得医治。但是这个女人从以前开始就没有人能治好她，还看了很多医生，看那么多医生把钱都花光了，怎么努力也治不好。现在这个女人也没有钱了，谁也治不好，都放弃的时候听见耶稣会来这个村子，所以这个女人来见到了耶稣得了医治。你知道耶稣当时说什么吗？耶稣这样说了，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有，这个女人虽然得了医治，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哦，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哦，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在去的路上听见他女儿死了，怎么办？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耶稣说什么了？哦，耶稣这样说，这是很重要的话，你们两个要集中啊。耶稣说什么了？这时候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来，跟着说，只要相信神的话语。聚在这里的 Remnant 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爸爸妈妈今天也听过了周日礼拜吧，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做决断。只要相信神的话语，然后就走了。去了，大家都哭了，闺女一定是死了，肯定死了。但是耶稣怎么说？刚才耶稣去说什么了？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还拉着这个闺女的手说什么了？要说一次吗？开始，大力大谷米。哦，大力大谷米。大力大谷米是什么意思呢？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话是谁说的？是的，是圣子神耶稣，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主神这样说的。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哦，这女孩怎么样了呢？死了的女孩又活过来了。
该有多惊讶呀！各位，死人能复活吗？绝不能，但是因为是神才让他活过来的，只凭神的话语。大家做礼拜的时候，爸爸妈妈们、Remnant 们，你们知道吗？每周做礼拜，只要相信创造主神给我们讲的信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死去的灵魂、复活的烈士，现在仍在发生。来，耶稣行了各种奇迹，得病的人得了医治，死人复活了。这个虽然重要，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给你们这个身份和权柄，我们所到之处兴起死人复活的做工。237个国家和5000种族必定兴起死人以基督的名活过来的做工。所以这一周我们该背诵的话语就是路加福音10章19节的话语。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不认识的人这样活着，背负劳苦重担，生活在痛苦之中。这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应该从这里走到这里来，遇见神才能幸福。来，跟着说，遇见神才能幸福。为了遇见神，我现在在这里努力，可是过不去，见不到神。所以神来到这地上，来跟着说，神来到这地上。没错，这就是福音啊！宗教呢，人努力去见神，可是没有路可以遇见神，见不到啊。可是福音是什么呢？人不能见到神，神才来到我们这里。看，这个叫福音。对，神为了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为了打开我们与神见面的路，作为真先知来到这里，作为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遭受的所有的灾殃和咒诅的真祭司来到这里，神作为除灭魔鬼作为的真王来到这里。所以是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打开我们与神见面的路，这就是福音。来， Remnant 跟着说，福音是什么？来，我来问你们吗？福音是什么？神来到我们这里打开路，这就是福音，知道了吧？这一周我们父母们不要让孩子们单纯的背诵路加福音10章19节的话语，而是父母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后，让孩子们背诵一下吧。看到了吧？周日大力大谷米，死人活过来了，得了不治之症的女人被治愈了，那是什么？神给你们那样的身份和权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就这样，这一周将话语刻印在孩子们的灵魂当中。来，最后我们爸爸妈妈们看看旁边的 Remnant 们说一下，老师也看着我们 Remnant 一边祝福一边说一下，神呼召你为神的儿女。我再来说一遍吧，你所到之处死人就会活过来的。你所到之处全世界就会活过来的。愿你们成为享受这应许的 Remnant。 今天的 Top Remnant， 如果自己被选为 Top Remnant 的话，应该怎么做呢？被选为 Top Remnant 的话，别惊慌，也不要安静的坐着，该怎么做呢？万一被选中，我喊叫 Top Remnant 就是叮叮，这样的话就是哇尖叫起来，知道了吗？
来，我们来选上周和这周祷告手册做得最好，话语听得最好，马可罗也做得最好的一个 remnant。 来，那个 remnant 就是 quana in remnant。 哇哇哦，给来一 remnant 戴上项链吧，不要一个人吃，和朋友们分着吃哦。你再次鼓掌。啊，那一米呢？每周日看的时候，不管是周日还是任何时候，只要在教会见到我，牧师、老师就这样叫着跑过来让我抱抱，对吧？我看达一米非常非常懂事，也很善良，太棒了。这些糖你不要一个人吃光，和小朋友一起吃吧，知道了吗？来，我们这个时间向神献上准备好的奉献，一起来赞美吧。虽然我们年纪还小，但做世界福音化的梦想，大家一起大声来赞美吧。虽然我呀年纪尚幼，我却是神呼召的工人。虽然我呀年纪尚幼，但神啊他拣选了我。Remnant 们，一起来看一下，把神的话语撞在我的灵魂、想法、心里的使命。Remnant 们，耶稣基督的名，圣子神耶稣兴起了死人复活的做工。对，没错，闺女睁开眼睛了吧？可是小朋友们，和死人复活一样，你们在这里做礼拜，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的灵魂就活起来。小朋友们回到家，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或者睡觉前用祷告手册做礼拜，向神祷告的时候，那时我们的灵魂就活起来。那么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有？听这周的使命。Cherina，属灵顶峰继续做啊。这周的使命呢，就是天天做礼拜。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人一起做礼拜和祷告，这就是每周的使命。那么怎么做呢？不是单纯的做礼拜就结束，那这是什么呢？属灵顶峰温度计。我们小朋友们每次做完礼拜完成使命的时候，都会在家里和爸爸妈妈家人一起要贴张贴纸。每天要看积攒下去的贴纸吗？每次做礼拜的时候都会积攒贴纸的。来给我们看一下。就这样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每天做礼拜做使命的话，这温度计就会继续上升的。这周的使命呢，通过每天做礼拜救活我的灵魂，把这个温度计填满到底哦。能做到吗？我们爸爸妈妈们提前打印出来准备一下吧。下面有请牧师为奉献祷告并祝祷结束礼拜。我来祷告。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极大的慈爱、圣灵的做工，灵在完全被福音刻印并打破黑暗的所有 remnant 之上，为此祷告而成为祷告背景的父母、老师们之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常与你们同在。阿们。